一部是一部丰田的实线，它1500cc 和 Corolla 的 engine 是一样的，它是一部 wagon 的旅行车来的，其实在日本呢就通街都可以见到的，但是香港就会比较少见，因为这部是一部水货车来的。我就找日本人公司帮我订这部车回来，跟着就找步走工厂帮我在日本呢第一套 Jax 的包围回来，就模仿佳士拿的 300C 的造型去做的，然后呢就找他们帮我粉饰内容，订了一些加成的车内的装饰品。还有一个美式太环，最后就加了一套17寸的 Tiling 来到强化车的外观，做出来的效果都比我想象中好的。